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好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肉肉的这个直播。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会员频道开启了。那一定会有人问说，会员频道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成为专业级肉圆，因为我就喜欢肉肉，只要是肉肉的，我什么都不 care。而且已经到了喜欢我们到这个阶段以后呢，只要跟着肉肉我都好。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话，你就可以考虑用每个月的方式来donate我们，支持我们的频道。那这个成为会员频道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得到会员频道会员的徽章，这个我们现在从聊天室里面你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是我们频道会员，他讲话旁边就有一个小徽章，而且我今天已经把它更新成一个新的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可以得到这个我们这个 Discord 肉屋的秘境门票。那因为我们就开了一个新的小社群，叫在 Discord 里面叫 Ronky Brothers 肉屋。所以这个里面呢，你会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就是给这个会员频道的人，他就可以加进来。那里面呢，还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这个同乐的优先顺位或是密码这样。当然这个会员的好处我们会持续的增加，并且回馈给这些肉圆们。好，那在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Ronky Brothers 肉屋 Discord 专区打开来了。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小社群软体，里面有很多分门别类，就像是七瀑布开的七弹学院也是一种。但是肉肉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频道是一个小社群，没有限定只有七弹而已，目的就是为了让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可以有一个小窝。那第一手的消息直播之类的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目前我还在尽力摸索它可以提供什么好玩的给大家，至少在贴图的方面我可以用力出给大家玩啦。然后我们这个 Discord 也是自由开放的，不过我自己有设一个基本的小门槛啊，如果你有用心的人你进来，你就会发现那个小门槛在哪，它真的超级无敌容易可以进来的。总之呢，我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我希望跟我们相同频率的朋友可以窝在一起玩乐。以上大概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好，我讲完了，哇，终于讲完，好一长串，好累哦。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